啊，你开启了我那个贝斯，以后出去要叫你老师。记住啊，这个贝斯是我陪你一块玩的啊，对对对，陪你带你进入这个。你开启了我贝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贝斯的音色很美妙，真的、啊，特别 man。别看它弦只有四根，但它的味道别人代替不了的。看我的贝斯。哦、oh, ，nice double bass。这是我的贝斯，给他。给他看一下，打几下一下。啊，郑哥，你看看我的 bass， 我打开就是这个。哎呦，这是 drum bass， double bass， double bass， OK。一块实木头，石头的，实木木头，实木木头，自己刻的，那么厚。哇，它的低音是嘣，整个都在抖。你可以想象那么厚的一块木头。一片，它摸到，这是你自己的，那我的，好看好看，我喜欢这个。让他们轻松一下。哎，哥哥只能回味。这个有意思。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，你要哥哥我们就哥哥。对吧，对，创作时间到了。这个好，先贴这个，这个特别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排到又往后嘛，我要到六七点钟了，七点，哇，不行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帮忙看一下有没有，看一下、啊、哦，都在里头呢，好，两个团队都在里头呢，行。这俩老坏蛋，我对、啊，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快发现。你看几个人走过都没有看，我完全没有看。啊，哥哥知道了。哥哥只能回味，怎么那么可爱？悟空，换成哥哥，哥哥空，悟哥哥。你要什么我们就什么呀，这以前是什么呀？不可以笑啊。是不是你？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谁改的这是？Wait, why were you laughing? What's so funny? They changed like a word, you know? What does it say? 本来是明天更漫长，哥哥更漫长。I don't get it.我肯定不会笑了，我你看不懂，你都看不懂。什么什么的哥哥，我们的，你什么哥哥，我们的，不太懂这个意思。这个罪证收起来。对。